你找的，熬夜了，赶中文系毕业生，考公司也是忙的。三点，你怎么搞的？那帮人谁吐出来的？这种事儿都能弄错？我一天那么多事，我都不看一遍，到底谁？所有八卦都我来。 下午5点上船，咱俩分一下，没时间。常务这事你急点，要不你去问问他，因为搞局主任好像也挺急的，要不你去问问。